今天入围了两个奖项，所以呢，他有个特别的 favor， 我们不只照正面，还可以照背面。对，先看一下谢盈萱的背面。今天的主题叫做四楼的天堂，你看他脊椎非常的直，因为在戏里面被黄秋生瞧过。好，正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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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面的主题就是五万九千九，五万九千九，还加能量水，还加能量水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谢盈萱，四楼的天堂。在四楼的天堂，表现出内敛深刻的心理师，深受许多病患的能量。面对其他对手戏的演员，都展现出不同层次的演出。尤其与母亲潘丽丽的对戏，令人惊艳。哎，曾蚂蚁，我朋友，我得奖了。谢谢评审，我知道真的超级不容易的，一定是我大概知道票数差的不多，可是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可以写出俗女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四十岁的女生有机会fuck今晚金钟最高潮。好了，刚刚发生熟女的事情啦，陈心怡，对不起，陈心怡，对不起，剧本还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剧本的话，不可能。不可能可以创造出一个四十岁的角色。我要感谢我的对手，其实不管是熟女或者是四楼天堂，都是因为这两位女性导演还有陈长伦导演可以看到我不一样的特质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生就这么奇妙，然后今天很特别的事情是妈妈来到了现场，她带着全家大小来到了现场。我说那段是高潮啊，真的，真的是。我想大家算了啦，没关系。我们坐在下面都觉得你太可爱了啦。有网友说你得奖作品叫《四楼养鸡》。我现在还来没有时间上网那个。那是熟女的天堂。熟女。熟女的天堂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熟女的天堂啊。对。哎，我觉得会。对啊，因为刚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对，大家没有放过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所以真的都是你的。嗯。你这种放过我。我相信我跟你讲，大放过。你上去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你会。我知道，我刚刚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。对，然后我想说我要不要叫你，但是因为太欢呼声太，我想说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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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。结果果不其然。因为刚刚所有人都跟我说就是。你真厉害呢！迄马吼走到遐尼啊紧，你一摆阁甲我掠到两车，嗯，真高。马马虎虎，蚂蚁上树，马蹄条，马铃薯，马卡龙，还够啊！哎呦，三八啊，哪会这么多马啦？马到成功啊！妈，你看，我今日替你准备一摊，有澎湃无？妈，还是你想要啉啥？我替你订。服务生，阿青啊。
啊，听讲你最近拢无咧跳舞咧演戏，安尼对啦。你若有啥物演戏的问题，来问阿母，阿母教。好，好。还是大家有想要加点什么？你又忘记带钥匙，不准去找他。你在门口等我，等我跟阿姨吃完之后就回去。你听到没有？你们谁啊？你猜谁吧？这里不是金马奖台位餐厅吗？这里是马位。那金马奖呢？迄伫隔壁，隔壁啦！我前年才去过，啊，佮食着一粒迄双蛋。干嘛不早讲啊？莫名其妙！不然你来金马奖找我，不准这样跟妈妈讲话。你有一点爱吗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阿姐啊，啊，今日大家拢遮尔欢喜哦，拢足爱听你唱歌的。来啦，唱歌啦，唱歌。好啦，嘛是好啦。好好好，来来。这首歌我要送给阮的仔仔阿青，虽然伊和我同款爱演戏。啊！不过今年又有一个足大的人物，不管今年有没有双蛋黄，今日伊要发蛋黄来，音乐给我点落去。这我来，我来给点落。